超速被开罚单，其驾驶当下心情真的是就拜好差哦。不过在彰化和美，有个热心的工人自己手绘看板，画上照相机，还有300公尺来提醒用人前方有警察。路边施工的工人头戴工程帽，手上举着大大的看板，上头画着一个照相机，还写着300公尺。大哥辛苦啦！经过的驾驶看到这看板，实在就甘心，忍不住对热心的大哥说声辛苦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驾驶再继续往下开，真相大白。原来有警察在提示点300公尺后测速照相，工人贴心手持提醒图卡，让所有路过驾驶就甘心。啊，你若看到这个工人，你会甲讲安怎？你会甲边啦？伊家己发生这种代志啦。阮同事嘛，几下伫遮叫人拍到啦，顺便提醒一下啦。这时常拢有啦。工人打 pass 提醒有警方取缔违规的路段，就在彰化美港公路台电正在施工的地方。这路段速限60，但常有民众超速。当天许姓工人负责交通指挥，因为自己也曾在这个路段被拍过，才会画图提醒用路人减速慢行。大部分一般起步下来大概只有十来件，件数是没有减少。警方表示，工人这样举牌提醒的方式没有违法，贴心的手绘看板提醒用路人注意放慢车速，除了驾驶注意行车安全，也守住荷包。